Hello，Hello，hello, 大家早上好，大家早上好。如果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看到我影像清楚的话，请在留言处打一个一给我看一下好不好？如果可以清楚看到我的声音和影像，OK，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欢迎大家呢再次的出席我们 Super Neo 的早会。OK，我们这早会呢，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9:30至10点这一段时间呢，我们都会聚集在我们的 Zoom 会议里面呢。那么大家，我们除了聚集之外，当然我们有我们很多的这个领袖我们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成员会员们呢，都会在这里给大家做分享那么呢，你也可以在当中呢，OK，学习到很多这个我们说我们的机库的知识啊，或者是我们在产品方面的更加的这个认识以及了解。OK，那么呢，现在呢，OK，先给大家这个今天的出席给大家自己一个八八八。OK，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我们这一个我们的这一个这个体操的这个环节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我们会议之前呢，那么你在你的这一个位置上呢，可以就是跟我们一起来，OK，做这个活力的早操。开始就是跟我们大家一起做这个能量的这个早操，OK。那么呢，我相信大家现在都开始有一点热了，对不对？OK。那么呢，不用担心，我们接下来我们有我们的领袖分享大家可能会更加的热，OK。那么，OK，现在呢，我们有一位来自我们北马的这一个领袖，OK，Bing Hao，他也是我们这个Sungai Petani 的这一个Academy Owner，那么呢，他今天就会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什么呢？OK，为什么选择网络营销？Why network marketing？为什么？OK，那么呢，OK，他自己让他自己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他会要选择这一个网络营销。OK，那么我把时间交给 Ben Ho，大家可以在留言处打一个222来欢迎我们的 Ben Ho 出场。大家好，谢谢艾薇，谢谢团队，谢谢大家的出席，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了。OK，听到我的声音的话，麻烦写111，应该可以听到吧？听到。听到啊？OK，好，那我 share screen 了哦。OK，基本上为什么要加入这个网络营销？我做了传统生意等20多年了，都一直就是在向往着比较想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OK，最近马来西亚最流行，我们都谈到什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小故事了。有人一直出入监狱，不管千方百计，什么理由都有人要出来，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自由，对不对？所以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来这个越狱大逃亡，OK，在我 before 我开始之前，今天的言论没有对错了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批评，也没有贬低任何人。假如不小心有重伤的话，多多包涵那什么是越狱逃亡这个小故事呢？也要应景一下OK，住在监狱里的人有两个选择，对不对？第一个就是等着期满
才出来。第二个选择能够的话啦，允许的话 ，OK， 这个也没有说要去贬低法律或者什么，就是我们在这里讲小故事了哦，就是要愿意逃亡，为什么呢？向往非凡的自由嘛，对不对？那么人生道路上，我们本身，比如说我开传统小生意，每一天时间一到，我们就是要来开店，要等。等顾客来，我就把它形容成那样了。我们在等顾客的当儿，就好像坐在监狱里面啊，我们是不是在等那些，探访我们的人的心情，是不是？所以，我们其实我简单说一句，就是我们自己也设立了这样，只是我们不自觉而已。那么，逃亡呢？是不是要部署？你看，我们看那些动作片，要逃亡啊。他白天也跟其他犯人一样，看不出有什么差别。可是他有部署，他夜里就在挖坑，挖到一个通道，通往这个直线啊，这个通往这个自由的通道。那么他跟别人所不一样的呢，他多一份努力。那么在这个行业，我所看到的，今天我本身开这店。也不能说贸贸然就把它关了，或者在做的工的伙伴，我也跟我的朋友伙伴们在谈，白天我们还是这样做，可是我们必须要准备这条通道，这条通道能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刚才我讲等期满嘛，很多人会告诉你说，不要紧啊，我等我孩子长大，不要紧啊，我的 ETF 都要到期了，再等。我在等，小弟是做相关的哦，不好意思，有时候只是分享啊，也没有说什么。有时候我们有做人车头照啊，他关的不是老人或者什么，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意外很明显那一个先来了。所以人生有得创造的时候，不要靠等，是要去创造这条通往这条的直路。所以我之所以看到极酷哦。这个行业，因为之前我看了一些朋友在别的行业，不说他什么公司了，我一直看到他步步高升，哦，然后在我们这一边呢，我们有四个奖金，这四个奖金里面，从最基本的推荐，就是以个人的努力，到团队，到推荐领导，这些哦都可以带来一些。我们所谓的持续性的收入啊，只要有一定的人数在我们网络底下，这持续性的收入一定会持续的到来。OK， 刚刚我们看 Mr. Kim 就好，这个来了马来西亚，我们的 Kim Yusin 跑了马来西亚，回去一趟以后，收入也水涨船高了，最近升的 Crown，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所看到这行业的威力。所以别说那么远，我们身边还有很多的金矿等着我们去挖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外，就好像刚才我又回来那个监狱的故事，为什么呢？假设你没有去 identify 到你想要的生活，你不可能做了，你就等着期满，等着到那个50多60拿那个一叠，或者有些人有买保险的，等着他的保险到期或是怎么样，对不对？所以我个人比较向往说，与其在等，不如创造。那么在极固的制度之下哦，最近我们的系统又特别的完善。最近系统是不是又分享了这个 Easy Go， 就是改变世界的良善消费。能让我们通往这一条路，我所看到的这个良善消费会带来这个价值消费、共好消费，而这些坚贞伦理消费这些哦，我们把这本我把我的会员都在分享 ，Supernew 的系统只要听话照做，绝对不会带我们走弯路或者走冤枉路。所以这个20年的已经清清楚楚。假设这20年的改变世界
的良善交费完完全全明白，那么大家重复同样的动作，每天把我们的生活习惯的生活的用品改来集库，除了会达到良善的消费，我们会创造价值。就比如说我们的今天四个奖金，我把它浓缩或者 focus 在这个团队奖励就好。我们的这个很多有一些新加入的会员会担心说，哇，20MV 每个月又要到了。当你看不懂这行业的时候，当你没有去了解这个 easy 过20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可是当你了解了以后，其实20分是绰绰有余，因为你把好的产品，天然无毒、机能性高的产品介绍给朋友的时候，他是您的 consumer， 也可能是你的消费者，你所赚的不止那么多了，啊，不止那么少了 ，sorry。So 20个 BV， 我简单的来说，乘以这个团队的12%，就等于2.4块美金，大约9.6块，或者有多有少了，我们讲平均，每一个20分的平均消费了，我不在这里不讲免费的了，都可以带来10块钱。那我就说，现在是我们想要赚多少，只要左右平衡，左右的人数平衡，因为我们是双轨制，无限的人数，无限代，无国际，就好像是进跑来马来西亚，你看无国际，可是我们的消费跟它切切的相关。那么所有的这些消费联合起来，你再乘一个10，这一个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目。关键在我们相信吗？除了我们相信以外，很大的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想要愿意逃亡，对不对？如果你都不想，你只想讲期满，我就不多说了哈，好不好？到20BV，小弟自从认识了，在 Mr. Kim 在槟城认识了他，跟我查上这一支，哇，我爱上了他。这一支就等于多少分？25。那么现在我逢人我就跟他讲，哎呀，假如你懒惰，这一支你查一查，抹一抹，每一天晚上刷牙以后的查一查，抹一抹，就带来25分，好不好？他会发生什么事呢？除了给你带来刚才我说的十块的无限带的收入哈，来看看这一张，嘿嘿，可以吗？不错吧？哎，觉得好的可以很给我一个鼓励，在 chat 那边写很好，或者写一就够了，一哈哈。OK， so 何乐不为呢？可以通往自由，可以任意逃亡，只靠这一支哎。当然我们的产品好几百样耶，这只是冰山一角。好像 Mr. Kim 时常问的 What is your signature item? Yeah, I love this. OK? So, 我们只要做的是什么？改善，改变，我们能改变世界。我就说了，别说世界那么伟大，就由我们做起了，改变我们自身的素质，从良善消费开始。那么在极库，我们有一个那么好的公司，那么稳固，而且是 B-Corp， 我们的产品，我们的系统，只要我们用心的经营，逃亡逃亡逃亡指日可待。 OK， 安稳OK 吗？谢谢大家。可以，好的，我们谢谢 Benho 的分享，我们谢谢 Benho 的分享。OK， 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哈，为什么他选择这个网络营销呢？就是不要把自己困在哈我们的这个无形的监狱当中哈。我们看到的监狱哦是有形的，但是我们是不是把自己困在这个无形的监狱呢？那么好，自己哈我们就要去做一个的这个选择。那么我相信大家在这里呢都是要做出一个改变的，要让自己就是逃出这个监狱。 OK， 那么呢
OK，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哈，这一个逃出这个监狱。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有我们来自 Star One 的这个伙伴呢 ，Henry， 他也是我们 Star One 的这个 Academy Owner， 那么他会跟我们分享哦，这个 CK 的产品哦。我们哎，你可能会觉得哎，怎么奇怪哦？最近这么多人都在分享 CK 哈、哦、，OK， 你会不会听了一点险啊？当然是不会的 ，OK， 为什么呢？哈、哦，因为为什么我们的 CK 哦，它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这个效果，当然都是好的啊 ，OK， 那么呢？OK， 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个G-Coup 呢，我们的星级产品呢，就是我们的 CK 产品哦，它是非常就是哎，你用了肯定会有在你身上一定会有这个改变的。那么呢，我们现在哈、哦、把时间交给 Henry 来，大家在留言打一个333，我们欢迎 Henry 来给我们做这个 CK 的分享。OK，Henry、okay. 你 unmute。大家早上好。早上好。听到我的声音哈，所以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什么是 CK 了哈。所以我们的产品哈，只是用使用100%韩国这个产的人参了哈。所以我们的这个人参也是经过了哈245种这个农药残留这个重金属的这个测试、哦、是完全是没有的啦，是零的了、哦、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要选择六年的人参吗？有谁知道？不知道、少过六年、哦、其实它营养的成分是不足了，然后超过六年它会木化了、哦、所以最好、哦、就是要六年刚刚好的，所以我们就是选择只用六年的人参了、哦。所、so, 以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要知道什么是这个 compound K 啦、哦、化合物 K、哦、这个、哦、是在人参里面它是没有这个成分的、哦、它必须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肠胃、哦、的那一个我们的那个微生物、哦、过后它就会变成这一个最后最终的这个代谢物啦、哦、我们叫这个 compound K。所以我们的 CK power 它有多少、哦，它有大概40-50 mg 的这一个 compound K 啦、哦、它有 K 跟 Y 加起来，所以其实是很大量的咯。所以也做过这个测试啦、哦、有 10个人测试、哦、有6个可以吸收啦、哦、4个 是很难吸收啦，就是讲大多数人是没有办法可以吸收到这一个人参皂苷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右边的图、哦、这个如果我们把它转换成这个 compound K 过后、哦、其实可以吸收超过 90%。 所以我们的这个 CK 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是要采用我们这个本身的这个技术、啊、MEBT 这个技术、哦、你可以看这个图、哦、这人参皂苷它是四个糖它组合的，中间这个就是我们通过技术、哦、就把它分解，最终它就变成一个了，很小的一个分子，大家只要记得它是小分子。所以这一个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吸收，包括那种消化不良很难吸收到这些养分的人，他们都可以吸收到。所以这个 CK 有什么好处？这个是经过很多的那个测试啊，很多那个临床实验，它可以有这一些效果了，抗肿瘤啊，皮肤衰老啊，过敏抗炎，可以护肝的这个作用，可以预防老人痴呆症，过它可以杀死这个癌细胞。Henry， 你应该是说、这个人参也很方便的、哦、他只要这个摄取到这里。所以我们有三种，所以我们有 CK Power、 CK Balance 跟 CK Hemo， 这三种。
所以很多人都会这三种有什么分别哈，这个就是我做一个 summary 啊，你们可以看一下了哈。所以 CK Power 哈，它是价钱是478，是可以吃五个星期，所以一个星期是吃一瓶哦，它里面是纯180%的这个人参皂苷的哈。然后 CK Balance 哦，它只有20%的这个人参皂苷，所以它还有复合了。就是有掺了9种这个中药，然后 CK 黑猫是液体状的，它是也是20%的这个 CK 这个分量过，它有3种草药，有当归、白术，还有这个不懂怎样子读了哈。过它有14种的那一个营养素了哈在里面，所以一天只是需要一包，所以也是吃2个月的分量。所以这里大家都有吃过吗？有哈。啊，我3个我都吃过了哈。所以这个就是它的14种的那一个营养素在里面了哈。所以我本身哈吃了什么？吃了之后的本身的见证是什么？就是人比较有精神哦。过我本身是有三高的问题了哈，三高的问题，然后我就血糖就保持到很那个。Under control 啦哈，之前吃过另一个品牌是吃了4盒都没有，血糖都没有明显的都没有下了哈。这个我们的产品吃了过是很大分别，我是吃了4盒的 CK Power 过后，我是这样子吃呢，我就是 CK Power 跟 CK Balance 就两个一起来吃，就是早上吃 CK Power， 然后可能晚上这样就 CK Balance。或者CK 黑猫，大家可以这样子来混搭来这样子吃了。所以通常我会建议顾客哈，直接体验就是2-3个月了，因为保健品不会讲吃1-2个礼拜就会有很好的效果嘛。哦，它不像那个保养品这样，它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最好就是能吃2-3个月了，你才会就会 feel 到那个效果了。所以我的妈妈哈就是。也是有血糖，他是需要打胰岛素的，就是10多年他的血糖是没有跌过的。过他就我只是给他试一那个 CK Balance 哈，只是当他白老鼠这样就给他试吃了。他吃了过他10多年的那个血糖他没有跌过的，过他去做follow up 医生的时候，那个验血哈那个报告，他的血糖哈跌到那个10多年没有跌过的那个。水平了哈，医生都吓到，他吃了什么东西来？这个就是我本身妈妈的这个见证了，还有很多了哈，顾客的见证。So， 这个大概是我今天分享的 ，So 我就到这里，把时间交回给 Ivy， 谢谢。Okay， 我们谢谢Henry 的这个分享哈 ，OK， 在邮联处打一个888，感谢 Henry 的分享。那么我就在这里讲一下那个人参呢，它有它的功，它的性质哦，它是这样的。如果说有些人可能他会血糖高，有些人呢可能是血糖低，对不对？但是呢，它就是有那个调节的作用，它会帮助我们调节。如果你是血糖低，它会帮你调节去到正常的水平哦，就是会提高我们的那个血糖。然后如果是你是这一个血糖高的话，它也会调节哦，去到我们就是。稳定的那个水平。所以当我们的血糖呢，如果我们说为什么 Henry 说他有精神哦，如果我们血糖呢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那么我们的身体就不会这么容易累。如果我们的血糖高高低低，那么我们身体就是会很容易感觉累。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哦，身体会感觉 fresh 哦。当然呢，就是说这个人参皂啊，我们说这个人参皂苷，我们的 compound K 呢，它的营养成分呢，进入到因为它小分子嘛，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的细胞呢，也提供我们身体细胞需要的营养素和能量。那么当然，我们整体上也会来得更加有精神、有活力。OK， 我们再次好，谢谢我们今天的两位主讲嘉宾 Henry 以及这一个Benho 的分享。那么在结束会议之前就是我们一样的话，我们来做这个积极正面的这一个宣言哈。那么呢 ，OK， 我在这里就 OK， 你们可以打开视频，还有就是麦克风。
OK， 然后呢，就 OK， 跟我们一起哈、哦、来做这一个能这个宣言哦。OK。谢谢大家 ，OK， 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哈，在你的地点，我们再见 ，OK， 拜拜。